桃公園、台湾6つの都市の一つ、台地がめちゃくちゃあります。山と海に向いて工業繁栄するこの町にある問題を抱えたお宅がありました。1987かこの家が抱える問題、それは日当たりが良い室内空間に2匹の可愛い猫と一緒に暮らしています。一見すると悩みのないパラダイスですが、この家は大変で言いづらい秘密があります。それは水を飲みたくてたまらないんです。喉が渇いたら飲み物にしましょう。そんなわけがわからない願いを受け、ある男が立ちました。リフォームの匠、田中大根。楽していきたい生活を実現するため、愛と勇気の冒険が始まります。沈むように溶けてゆくように、二人だけの空が広がる夜に。这么装真的是很麻烦，想要泡泡面都不行，都只能干啃泡面。想喝水的时候就只能喝自来水，不然就是去喝厨师机的水，再不然就是去外面接雨水来喝。努力、未来、A Beautiful Star。どうせ日本語が聞き取れるやつはいないんだろう。お兄ちゃん、お兄ちゃん、エドワード、お兄ちゃん、遊ぼう。くらえ、スターバスト、ストリーム、螺旋丸。经过我神机妙算、审慎思考之后、これは一番です。Attention! Watch! Oh, sky! これこそ究極の蜜。Voilà. お湯を手に入れるのはすっごく熱い。インスタントラーメンがめちゃくちゃうまい。今は楽に押すだけで、うわ、水がどんどん出てくる。本当にすごい。元は水を飲みたくてたまらない。喉が渇いたら異世界に転生しましょう。今は簡単に押すだけで、これは飲み放題じゃないだろう。素晴らしい。他是九八七，他是死皮，他是九 V。那如同刚刚的情境影片所示，我们家换了一台新的厨下饮水机。那我们为什么要换这个饮水机呢？我们要现在来分享我们为什么要换的原因。那大家可能知道，我们以前的租屋处，我们是有买一台饮水机的，然后我们搬了新家也有带过来。对，它非常丑，但是除了丑之外呢，它还有一些令人无法接受的缺点。比如说第一点，像第一点就是它的补水不方便，它会一直没水。没错，然后就要自己去装水。我们是装那个自来水，就水龙头的水，然后把它倒进去，从它上面盖子倒进去。其实基本上这个动作是非常麻烦的，所以你几乎都是没有做过。而且我们两个喝水量蛮大的，然后就要一直去补水。然后补水的时候你还要特别小心，就在旁边会有一个出蒸汽的孔，你不能够碰到它，不然会被烫到。所以几乎都是我帮你去补的。然后有时候我如果不在家什么之类的，然后它就会很干很干的状态。所以这就是第二点。第二点就是它有可能会空烧、干烧，尤其是我们出远门的话，它空烧会更危险。对啊，我们去旅行的话，就是一定要记得把那个电源关掉，不然它就会空烧，非常危险。而且我们家里又有猫咪。像第三点，它就是用电量蛮高的，而且我挑的时候已经是挑它二级能效，有冰温热这一种的饮水机的话，二级能效已经是定标了。对对，那它又要花电费去保冰，又要花电去保冷，所以我们冰温热省保热。因为我们是冰温热的饮水机嘛，所以它要花一堆电去保温，然后又要花一堆电去保冰。对，然后每年就会花很多的电费。那最后一点就是可能大家最在乎的就是水质的问题，因为那种饮水机啊，它就是一个就一台机器那样子嘛，那它过滤的功能肯定是很有限的。所以如果你本身所在地区的水质你不确定，或是你知道它很不 OK 的话，那你那一台饮水机可能就不太够。那我们换了这个新的厨下饮水机呢，它的名字就叫做普德净水触控式冷热厨下饮水机。那为什么厨下净水器这么多款，我们要挑普德净水呢？因为帮他拍影片就不用，因为我用东西会很看他的评价，所以我会去看他的网上评价，然后也会去看他的官网的介绍。我们经过比较之后发现普德净水机有很多特色，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分享这个优点给大家。第一点呢，就是它有一个高科技的触控式面板，它除了像是平板一样直观好用，你也不用再教长辈要怎么按哪一个按钮，因为就跟他说就照上面那个按下去就好了。那第二个
特色呢，就是它有节能模式。我们如果要出远门旅行之类的，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节能模式打开，它就会停止加热。或者是你觉得你完全不需要用到热水，你平常也只喝温水，然后也完全用不到热水，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节能模式给打开。那第三个特色就是它的温度设定是3+1四种温度，除了常温以外呢，可以设定70度、85度跟100度。我觉得有三个阶段的温度很实用，像是60度到70度这个阶段是人体最适合拿来喝的温度，我就可以拿来泡牛奶，可以不用等它冷掉。对啊，可以把它泡有巧克力。像我上次帮你泡阿华田，我就是用那个70度的去泡。哦，好喝吧？那下一个阶段是干嘛？85度呢，就是大家应该听出来吧，它就是咖啡的温度，最适合拿来泡咖啡的温度就是85度。那茶呢？茶跟咖啡应该是差不多的。那100度你是拿来干嘛？100度拿来泡泡面呢？就问这么蠢问题。我煮饭的时候就直接拿100度的水拿去加热，就不用等它滚。你就不用等太久，你可以直接拿100度的水，然后放去炉子上，它可能很快就可以滚。所以还可以煮水饺，都是一些很简单的料理。好的，那怕大家不太懂那个3+1的水温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亲自来示范这个水温可以怎么用。首先是常温水，我们这样按下去，这个就是常温水，可以直接饮用，滤出来的水实在是非常好喝。好的，那第二个温度呢是70度。那70度最适合来泡什么东西呢？热可可。妮妮超喜欢喝热可可，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拆开，泡出来，加入这个可可粉。抱歉，我手残。然后呢，按着我们这个安全锁按一下，然后按出水，这就是我们70度的水。据说这个70度是最适合人类饮用的，非常温温感觉的这个很适合喝的水。我们找一个小汤匙把它拌一拌，一杯完美的热可可就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了。如果你有另一半，然后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你一定要泡一杯热可可给他，他一定会更加加倍的爱你。如果你没有另一半的话，你就泡一杯热可可给自己，温暖自己的心，真的很适合喝。70度，真的棒。泡到我的鼻子里，这个怎么样？你不要一直录啦，你暂停。我们就先把这放旁边。好，那下一个温度呢是85度。85度是最适合拿来泡咖啡跟茶。我这边刚好有一个茶跟这个瓶瓶，我们就可以来泡茶。那你把温度设定到85度的时候，你就等它稍微加热一下下。哒啦，茶包。那我们给它按出水。好啦，你就让它静静的这个泡一下，待会就可以来喝这个博士茶。这个我可以盖耶，然后是将面体调味粉包倒入滚开水。好的，那最后一个100度的温度就是要来煮我们最喜欢吃的泡面。所以我现在准备了一个碗公跟一个泡面，我们就来煮泡面吃吧。帮我们的泡面加个盖子，等它3分钟就可以吃我们的泡面了。然后第4点呢，就是除下这些滤芯更换，你不需要自己去记时间，因为在面板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它滤芯的寿命。而且啊，我们还买了一个懒人方案，就是它时间到的时候会专人自己打电话跟你约时间，到府帮你换。那第5点呢，就是它那个出水的那个龙头是可以360度旋转，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要装的东西非常的高，比如说我的保温瓶很高，我就不适合放在水台上，就不适合放在琉璃台上面装，就要放到水槽里面装，然后它的那个龙头就可以移动，而且还是不锈钢的。对，那有时候你是要装水到锅子里，那你锅子如果是放在水槽里面这样接水的话，可能会喷的到处都是，所以你就可以放在琉璃台上面，然后把它那个龙头转过来。主要是要洗菜的时候，什么因为需要比较大量的那个空间，你就可以把它撇开。对，不然手会撞到。对。那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那个面板是可以40度倾斜。但这个对我们来说好像比较没有什么，因为我们高度差不多啊，所以就不太需要。但是如果你家里面就是有身高高的人、身高矮的人，那
你那个面板可以微调，你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没错。嗯，那至于水质的部分呢，那个厨下的过滤系统是有五道的过滤系统，其中那个 RO 膜啊是可以帮你过滤掉所有不是水分子的东西，所以你煮水就不会有水垢，很猛很猛。那滤芯采用的是，虽然刚刚我们说过我们又买了一个懒人包嘛，就是会到府更换，但其实滤芯是一个 DIY 的设计，就是懒人都可以自己换的。那我们是怎样？太懒，不用看说明书都可以换。对，一般人不用看说明书也可以自己更换，真的要换的话也不用工具。好，那最后呢，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一款？我觉得家里有猫猫狗狗或者是甚至有小朋友的，比较怕那个饮水机的蒸汽，买这个厨下式饮水机是很方便的。对对对，但我觉得租屋族可能就要考虑一下，好像不太适合，因为它毕竟还是需要打洞，在那个水槽缸不锈钢的水槽上面打个洞，龙头这样钻出来，因为不是每个房东都可以接受。对对对，不然就是要特别去问房东可不可以接受，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很好，你就可以装。那因为我们自己身边的朋友也很多人在这两年有换新房子，那他们就很适合去买这一个厨下饮水机。没错，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型号资讯啊，厂商的联络方式都会放在资讯栏，应该会啦。那以上就是我们的厨下净水器的开箱跟介绍。饮水机。那以上就是我们厨下饮水机的这个开箱跟体验心得分享。我们终于不用用那个会喷蒸汽的饮水机了。没错，喜欢的话就帮我们按个喜欢，在下面留言告诉你的想法。拜。